胆经呢？半夜11点到晚上1点，胆经的气血流注的时间，气血当胆经走到胆经的井穴，在第四个指头指甲旁边外开，好5分的地方，这个正好到了晚上的1点。1点钟以后呢，这个气会从这边走，走到脚的下方这边过来，再走到大指这边，这个指甲在这边，大指的旁边就是肝经的第一个穴道。临床上看，很多人这里痛，很多人这里痛，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胆经跟肝经就是经，经是大的，好主上车的那个都市里面的主干道，旁小的呢就是络啊，联络的，好，那它是走下面这边过去，好，那。肝呢，从1点钟以后呢，就进入肝经了，啊，1点到3点，啊，半夜1点到3点就进入肝经。我们介绍针灸的时候，从开始手太阴肺经，从3点，早上3点到5点，5点到7点大肠经，7点到9点胃经啊，好9点到11点啊脾经啊，中午啊一路到回楼，又回到晚上3点。我们是按照气血的，然后一天留住一天的24小时这样一个。周天啊，做针灸的起始。那所以说诸位可以看，按照时间发，一般来说胆结石的时候都是11点半12点钟发，好，所以那个吸血鬼每到12点钟醒过来，肯定有个大胆结石在里面。那至于你不需要用那个大蒜啊，这个大蒜留下来吃多好，对，吃水饺配大蒜，那多好，那你为什么要去弄那个哈，万一没效怎么办？对，你要把那个胆结石拿掉，他就不会醒过来。好，所以一般有病的人，好，胆有问题的人，这2个小时是最难过的，每次发病都在这2个小时中间。那当你发现实证的时候，这个实证它表现出来的时候，哈，这个实证我们知道，可能表现出来的时候可能是不是胆结石，可能是气喘，可能是头痛，可能是这个肚子痛，好，可能是这个胃痛，哦，或者是后项痛、恶心，哦，诸如此类，可能他病因并不是胆结石或者胆的问题，但是他在这个时间发生，就去针胆经的什么俞穴，哦，那我讲过，你要扎腧穴也可以，荣穴也可以哈，一般扎俞穴，按照甲寅经都要扎俞穴，啊，哦，那。当进入1点钟以后，这气血就回流进入肝经的穴道。本身中医的肝脏的，我这边开始先下定义，哦，先下定义。那《黄帝内经》的时候我们会讲的更多。中医的观念里面认为肝是青色，哦，我们有五行对五色，现在好，木、火、土、金、水，在对五色来说，五种颜色来说，青、哦、赤、黄、白、黑，这个五色，你说啊，就是就这样讲完了。这五色会用在所有的地方，包括诊断，包括治疗，好、哦，包括我们以后选取去药物啊，都有关系的。好，就是这从头到尾都在讲这五色。好，那我们这里粗浅的先跟你讲，肝呢是青色，因为它属木，是青色，就是好像外面的树木一样，啊，外面的树木一样。那这个当肝脏有问题的时候，这个青色的营养呢，应该要停在肝脏里面，待在里面的，因为脏呢，所有的脏。脏的定义是什么？藏，好，脏就等于藏啊，藏起来哈。所以营养呢是收藏在肝脏里面的。那现在呢，就跟这个青色的营养跑到脸上了，那代表肝有问题，因为里面有东西占到了，有病毒占到了，有病的问题占到了，它肝的容积变小，这个营养青色的营养没有办法待在里面往外跑，
往外跑的时候一定冲到脸上去，好，带第一个就是显现在脸上，脸就会发青，啊，发青色。那如果说发黄色，以脾脏，对不对？好，那发青色，肝脏。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中医认为说，肝开窍的眼睛，所以眼睛的问题，好，这个在肝经在管，肝脏在管。我们呢，在眼后的大睛，这个睛子，我们这个大睛呢，你把它想成一个水管，一个电管。这个管子呢，就是肝经，好，肝经。然后中间呢，有四条经，好，四条经并在一起，赤黄白黑。哦，所以肝经呢是总统眼睛眼目的问题，啊，要这样子想，啊，所以我们人的瞳孔呢，你看瞳孔中间是黑的，那我们在美国临床的时候看过所有的不同的颜色，好，有绿色，像爱尔兰很多人是绿色，有蓝色看到很多，啊，棕色什么颜色，但不管它什么颜色，瞳孔都是黑的，因为黑是肾嘛。好，所以我们随时在用五色，黑就是肾嘛。那瞳孔是黑的，顾名思义，瞳孔就是我们在检查肾脏啊的地方，啊，因为它经络它落进去，啊，诸如此类的，啊。那中医认为呢，肝呢发了肝有问题的时候，人会受了惊吓，好，很害怕，好，惊恐，好。那这个酸味的入肝，啊，酸味入肝，这个酸味呢有两种，一种呢是天然酸，是好的酸，比如说柠檬、凤梨酸的，柠檬酸的，所有世界上的水果，你从树上刚采下来的时候，那个是酸味的，因为它还在木。那你放过一天，第二天就变成火了，第三天变成土了，土是甜色，甜味就出来了，哦，甜味就出来。那你放到第五天的时候，回头超过时间很长的话，酸味就出现了。那酸味出现的时候就坏掉了，那个是坏掉的酸，啊，哦。那如果一个东西放到那边半年都不会坏，这更不能吃啊。这怎么不能？对啊，这个 common sense 吧，怎么会不坏呢？所以好的东西一定会腐烂的，哦，这是很自然的现象。那不腐烂这个东西就不能吃。那所以那个是新鲜的酸是可以吃的，腐烂的酸是伤身的，同样是酸，伤身就是因为这种腐烂的酸也是入肝。好，那全身的筋是肝脏在管。老师，我突然跳到游泳池里面，冷水一碰我脚抽筋，肝，哦，这个我那个病人发癫痫，全身筋绷起来，肝都要这样子，都要直觉的反应就是肝。好，那在五阴里面，《宫商角徵羽》里面，啊，肝主这个身是呼，实际上我们发的时候不是发呼，是发虚，好，虚。虚是肝音，肝的声音，肝的音啊，啊，那发这个虚，你不要在那边讲，好像人家在舞台上唱，你在下面虚，那个没有用啊，啊，那个跟肝脏没有办法沟通的，啊，那我要教你们如何跟肝脏去沟通，啊，好，啊，那我们有些动作，你可以跟肝把肝里面的浊气排出来，啊，那我们在练武术之前呢，再先要把五脏排毒。肝脏的毒怎么排？手都握了肝脏，轻轻握到，吸气，很自然的吸气放松，然后嘴巴发嘘那个声音，嘘。当你嘘到后来没有气的时候，哦，好，尽量吸嘘嘘，没有气了，没有气还没结束啊，才刚开始，好，哦，是开始。当没有气的时候，把鼓道提起来，再最后发一个无声的嘘，因为你没有气了嘛，那个你是用内劲发出去的嘘。那个才有效，好，那个把肝毒逼出去，好，如果你发的对，发一次的时候眼睛亮一次，
发到第三次的时候，哇，眼睛很亮，哦，你可以感觉得到。那你不需要一直在里面虚一天，那虚到后来眼睛都美貌惊心了，因为肝气太旺了，那个气太过了，好，我们不要太过，好，哦，你呼个虚个三五虚就好了，好，不要虚太多。那情志上面呢，中医认为说怒伤肝，啊，怒不会伤肝，平啊，所以同样反过来，当你肝有伤的时候，有病有问题的时候，也容易生气，啊，那生气会伤到肝脏，啊，两面正反两面都可以看，这是基本上我们对肝的一个观念啊，一个观念。那由于他气血流注的时间是半夜一点到三点，所以当你肝有问题的时候，准时半夜一点钟起床，三点钟以后才能睡。啊，那老师我一点半起床，你这不捣蛋吗？不跟你讲话了，好，好，跟你说一点到三点，然后我一点半，有解释的哈，一点到三点，在这边。好，所以呢，你中间区分就是两点，这边就一点半，这边是两点半，三点钟以后则气血进入肺，好，三点到五点，好，所以他一点半真的是一点半，好，那你不管他一点半、两点半、两点啊，怎么弄，下次穴道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知道留住的时间。好，那你把他治疗了以后，下了针，针灸完以后，好，我们有肝的好肝的榆木治疗，好，还肝经的穴道很多，待会会介绍了，还有一些奇穴，我们专门治疗肝硬化、肝癌的，好，还有一些止痛的穴道，好，肝脏很痛啊，那怎么办？有止痛的穴道，那他本来是一点半才能睡觉，被你治成两点半才能睡觉，就醒笨，到治成两点半就醒过来，原来是一点半醒过来，啊，现在两点半醒过来，然后再治一段时间以后，三点钟以后，哎，他就可以好，就接近三点，然后后来通宵可以睡了。就代表被你治好，这就是病治好。那你如果是一点半，结果你把它治了，就一点钟起来又往前走，就是病在进，一直在这个越来越严重的状态之下。好，所以你听大概就知道。好，那我们在临床上看的时候很好玩。我看过非常多肝硬化、肝癌的病人，他被诊断那一天，我就问他，这个是几月几号你被诊断出来的？好，你为什么去医院？哦，我全身发黄疸啊，我就跑到医院去，他查出来我是肝病。好，那你睡得好不好？失眠。那你晚上一点到三点你好不好睡？哎，你怎么知道？我都是那个时候醒来的。那你醒来这个时间有多久？哦，很久了，两年多了。好，所以病在初，我不知道看了多少，几乎无一例外。绝对不是说西医在查的验血报告说你的指数很高的时候，说你肝病的时候，那一天开始你晚上一点到三点不能睡，没有这种事的，都是两年前就有了。那病在刚开初始的时候，我们下手是不是很快？那很简单，那个小洞嘛，马上补起来嘛。好，可是一般人不知道。你光是这一个观念，这个气血流注的观念，光是这一个，全世界人知道的话，那死在肝病就很难了。好，所以大家尽量发扬出去。那你们这一半不单单是知道，还要把它治好。我们治的方法很多啊，开实针啊，时间的和实证嘛，哈，我们下针啊，那个药啊什么很多方法，在这个阶段赶快把它弄好。好，然后跟他说啊，你少生气啊，好，多悲胜悲，好多悲啊，好多哭一下，悲胜怒，好，中医很好玩，这个那就想一些事情让他悲，他本来很气，对不对？好，你不要气了哈，你要保养好身体。你想想你过世的祖父祖母多爱你了，那想到祖母啊哭，好了，这个情绪是平衡过来了。好，所以中医也可以做心理师、心理医生。好，看那你五行要弄得很熟哦，你不要搞错了。啊，那个怒伤肝对不对？那个恐是不是恐伤肾？啊，那你他已经很气了，你再讲一些事情恐，不是恐惧生怒对不对？好，越来越坏。好，那所以很多人心里面是很恐惧，嘴巴这样在发怒。好，就是这个，好，就是想掩饰他心里面害怕的那个，好啊，很多动物嘛，好，自己心里很害怕，所以才会发怒。好，这是相生的。那你要让他悲，好，悲就好了。好，
背你们会不会让人家背？就是挖他最伤心的事情吗？好，那看第六十八页卷九第六十八页，丑时的时候气血流注在这里，荧幕之障，这些都我们后面我们十遍会讲，讲的时候这些你会记得很清楚哈。那脉在左关哈、啊，肝是实啊，我们在介绍黄帝内经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四诊心法啊，都会在那个里面。好，那中医的观念里面，这个导引本经里面认为说，人哦睡觉不要太多，人少眠啊，自律会清明一点啊。那睡觉的时间呢，好、啊、以四五个小时啊，最多六个小时就够了。好、啊，那西方医学不懂啊，那八个小时好、啊，人睡多了哈、啊，这个脑部的充血，醒来哈、啊、脑筋就不是很清楚。好、啊，所以天生呢，在中医的观念里面认为说，睡觉哈、啊、睡得很短。很深，睡的时间很短，醒过来白天都不睡觉，这种人很聪明啊、哦。那有的人睡觉早上起来的时候要那个叫都叫不醒，那闹钟也叫不醒他，甚至在旁边也叫不醒，然后榔头要打醒，这种是天生的愚蠢的哈、哦。如果你是这样子的症状哈、哦，你不要来找我学天际，人际还可以，天际不要学啊、哦，天际真的教不起来啊、哦。好，我们开始介绍第一个大舌头旁边的。啊、哦，肾经才是平庸于劣，愚比劣还好，人绝对不能有劣性，好、哦、劣性。所以你如果智慧不高没有关系，我们会有方法帮你开智慧啊、哦，让你变得很聪明，绝对有。啊、哦，这个叫大拇指，这个大指，这是次指，我现在讲的是右脚，哦，右足。这是脚大指的大指甲，大拇指的指甲，好，这是大这脚。那这个内侧隐白是脾经，肝经呢？走，同样一个指头，靠内侧这边是肝经，靠这个两个指头中间是肝经，靠脚的内侧，大拇指的内侧这边是脾经的隐白，靠这两个指头中间是肝经的井穴，叫大敦，哦。然后这个大尊取得很好玩，这个为什么不叫大战大尊啊？大为什么叫大尊？就是那个散气肠子坠下来的时候，那你有那个经验你就知道，坠下来你真想蹲下去啊，好、啊，就必须要蹲下去，摆个蹲的姿势，那就告诉你大尊。如果是左边的睾丸掉下来，你砸右边的大尊，对侧。这个大敦穴针，那你不要用那个，因为井穴很小嘛，你不能拿三寸针去砸，不会那么笨，拿挑个，我们有各种针型，挑个比较短的，这一砸就是那个指头边很痛啊，它一痛缩回去了。好，而且这个痛的地方，它会身体的反应就是那个刚好那个部位，全身只有一条经络，好、哦，一条经络过环阴气而绕，环的那个。睾丸这边阴气而绕，还有女人的阴气而绕，就是肝经。好，我们先脾经、任脉、督脉、冲脉先不要讲，我们以肝经。好，肝经路过睾丸。好，那真大敦是很有名的治疗散气的位置。好，很有名。那这里不是三毛吗？好，三毛。那你灸灸三毛，人就睡去了，睡觉去了。好，那如果用针灸或中药的方法来治疗失眠的时候，失眠会好，而且病人会情绪会变得很开朗、很逍遥。好。那如果是吃安眠药，就变成很开心的去自杀，哦，所以吃安眠药，失眠你吃安眠药，到了忧郁症以后去自杀，很开心的、啊，很开心的去自杀，所以跳楼的时候嘴巴还在笑，跳下去这样，哦，那中医就不会，哦，那这个现在更了解了，哦，人能眠，哦，人能够睡觉，因为血会归肝。这个半夜的时候一点到三点血回流到肝脏里面去，所以人会能够睡觉。中医认为说肝藏魂、哦、肝呢藏魂、哦、肝是魂，心呢藏神、哦、神是藏在心脏的中间、哦、那肺呢、哦、是藏魄、哦、那神魂魄这三个东西都能够各得其位，能够守住的话，人一定可以睡觉的。好，
当这三个有一个不守都不能睡觉，所以心肠神整个通宵都不能睡觉，心脏三点到五点都不能睡，肺一点到三点不能睡，肝马上就出来了。那你有了经络学的观念以后，有时辰留住的观念以后，以后我想处方的时候很简单了、啊，这是肺，你就知道哦，老师这个专门治疗十点钟三点失眠，晚上三点到五点，这个呢是入肝的，好，那你就知道哦，酸枣仁汤、啊、比如好，我们诸如此类的啊，他马上就把血归肝，让他睡觉，好啊，心脏好，怎么怎么样的，让神回到肝那个血里面去，所以中医光是治疗失眠就分很多种，那西医不管，通通是一个药，好，所以西医看起来好像他的仪器很精密，实际上非常的粗糙，动手的时候非常粗糙。中医看起来很粗糙，什么都没有，我就站在那边结束了，我已经准备好了。那因为我们有最完整、最详细的生理学，啊，还有病理学，啊，病理学。你想想看，这样是不是帮已经帮助很多人了？速度很快、啊，然后世界上人人都懂这个的话，大家是不是都可以做自己的医生？那我们以后治病就很简单啦、啊，哦。人际学完以后，你们传出去，你们出去开户，不管怎么样，你的病人远在千里，你电话一拿起来，你听就已经结束了。啊，病人都不用来，处方看完长征过去，人就救回来了。哦，所以以后我们退休了看不到人，传真电话，那著名的电话，对不对？好、哦，我们听，那要讲话讲得清楚。好、哦，不要我失眠，你失眠有什么用啊？对不对？不行。哦，我一点到三点钟不能睡，这个我已经这个叫有读书，对不对？好、哦。所以人体是真的非常精密，我们中医不需要用任何的仪器，就是因为我们的生理学是这样子，就是因为生理学是这样，我们还需要仪器吗？不用了，那个病人会告诉你啊。所以我最常跟病人讲的一句话就是，你哈、哦，连我谁都不可以相信，包括我在内，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你的身体绝对不会骗你。好，所以要相信自己的身体。这个大椎呢还有很多用途，因为它还阴气。那妇人呢月经来的量太多，止不住止血。好、哦，还有呢女人的子宫下垂，子宫掉下来脱节出来。男人的散气和子宫，还有呢，像这个睾丸呢，我遇到一个病人，这个睾丸哈、哦、一直旋转，左边睾丸的旋转了、啊。那个旋转，那转起来，里面很多血管都转起来以后，到时候绑住了，到时候血不通，那个睾丸烂掉了，那肝气在好一直流住，一直在旋转，好，就是我们中医认为阴和阳不相合的时候就旋转，大蹲嘛，好，那很快啊，那马上要下针，可是你如果是今天你人在台北，对方人在高雄，你跟他说下大蹲，他说大蹲了、啊，没听过，听过伦敦，没听过大蹲，好，那就麻烦了，对吧？所以我们。大家最好都学一下，哦，那马上就可以救人嘛。好，那我们下针，这是直接下针，好、哦，直接用针扎上去，啊、哦，这样阴部的问题，好、哦，阴道原本得了性病，好、哦，性病里面有好、哦、阴头痛啊、阴茎的小便痛，通通可以下大针，好、哦，大针，散气，尤其是散气效果非常好。这个肝经呢，因为是。阴经，它是阴经，好，所以说它的颈、荣、鱼、经合呢，因为是阴经，所以它的阴五行的属性呢，有没有问题？好，阴经都是木火土金水。阳经呢都是金水木火土，所以第一个穴道大的呢是颈，那是不是木？对吧？那肝就是木，老师肝就是木，第一个穴道大的就是木，对，属性相同的我们就称为本穴，好、哦，本穴，好、哦，这就是为什么颈木这个字来的哈，好、哦，所以你只要记得，任何阴部的病，第一个想到就是大椎，好、哦，那本穴无所谓虚实，统统可以治的。再来呢，行间，好、哦，那你喜欢挑剔，老师行间也可以，无所谓了哈，那个都是人的那个字的行，我们叫行间，行间穴呢，正好就是这个第一指掌骨哈，还第一个脚掌骨和第二个脚掌骨呢，哦，
交接的地方。你摸那个脚趾头的时候，两个高骨头在这边，你不要再砸在高骨头的中间，在高骨的后方。好，行间在高骨的后方，这是我们行间。好，那行间呢？这个顾名思义是荣穴，它的属性就是火。那肝是木啦，现在这个荣穴是火穴，所以行间就变成肝经的什么子穴？对，子穴就是这样来的哈。好，子穴。那你针直接可以下进去。那这个穿过去的这个下针，这个很浅嘛。啊，脚再肥也没多肥，你拿一寸针就好了。那个一寸半就一下子透过去了。啊，都好。情敌可以啦。那不是情敌，你不要这样下针。好。那在这个同样的这个脚掌骨的后方，好，后面呢。好，画大一点给你看哈。这个后面呢，这两个大骨下来这个地方，这个穴道呢，我们叫做太冲。所有肝经的子那个实证，我们在行间上下针啊。比如说，肝里面有积，老师你怎么知道肝里面有积？一点到三点不能睡觉，就又热痛，热肩痛，啊，第三个人会发黄，啊，所以像。急性的猛暴性肝炎啊，急性的好肝病啊，肝炎啊，发起来的时候全身泛黄，行间都可以治疗，都可以下针。好，那这个行间过来呢是太冲，这个太冲穴呢是肝经的腧穴，也叫我们也可以叫鱼穴哈，腧嘛啊。第一个实证，按照时间，晚上老师我就是晚上一点到三点不能睡，行间也可以，太冲也可以啊。我再跟各位讲，这行间是我受了恩师的时候，他告诉我是行间。那我们看针灸甲乙经的时候，实证出现的时候，我们砸的是鱼穴，砸的是鱼穴，两个都有效啊。啊、哦，那你就砸一个看看，不没效再换一个。好，那老师两个一起砸，好无所谓。好，那太冲呢很重要，很重要。我们针灸里面很有名的叫四关，啊四关，这四关呢是哪？好，就是这个太冲，还有合谷。啊，老师不是这个两个穴道怎么会四个？四关是四个穴道，左右两边哈，合谷跟太冲。这个叫四关，我们同时针合谷跟太冲的时候，这个、有个特别的名称，我们叫做开四关。好，中医的观念里面认为说，合谷是气，主气；太冲呢，主血。好，主血。那人的左半边，我们的左侧男女都一样，好，就是血。好，我们人的右侧呢，好，就是气。气的这一侧，哦，所以说，如果我们太冲合谷同时下针的时候，气血兼顾，对不对？气血兼顾，用在什么时候？有个病人跑来了，他说我好痛啊，你这还痛很简单，针灸这一块，你哪里痛？我全身痛，你一鼓个巴掌上去，我们有十二经络，对不对？你不讲哪条经，居然跟我说全身痛，我怎么知道你是哪条经病？对不对？那我全身都痛。啊，那个来踢馆的来找麻烦的。这个时候你开合谷太冲，合谷太冲下去以后，哦，我这个痛转变了，别的地方都不痛了，我是这边痛，胆经，我是后脑勺痛，膀胱经，我环腰一圈痛，带脉，对不对？就出来了，这就开四关，啊，就专对这种情形。啊，所以在还没有了解之前，先不要动怒，真的要来找麻烦。人家没有找麻烦，真的是全身痛，因为他气血不和。可是他是一条筋或两条筋引起的气血不和，他造成他全身痛，他也没有错。那你合谷太冲一下去的时候，气血会均匀，那个原来的病变经就显现出来了，就抓贼嘛。好，我们要学会如何抓老鼠。好，那
这个太冲脉，哦，这个合谷都有太冲，合谷呢是我们的气脉，对不对？我们有太冲，有一个脉，你去按太冲也有脉。一般来说，太冲呢，因为是管血，所以在左脚这边比较强，有时候右脚按不到，哦，好，那我们脚上有三个血脉，第一个太冲脉，现在你们学到了，对不对？第二个冲阳脉，冲阳脉不是足阳明胃经的好原穴，冲阳。再来是什么？太溪脉，太溪脉是在脚后那个内踝的后方那个太溪脉，太溪脉是管肾脏，冲阳脉是管胃气，太冲脉就是管血肝脏。哦，那有脉则生，哦，无脉则死。你不能说老是他都没有脉死，你还是要想办法救。即使你知道他快死了，还是要想办法去救。哦，那我们可以辅助的时候，我最常用的就是。相隔一寸的穴道，比如说我们砸太冲，我知道这个妇人呢，恶漏不止，血崩，或者是男人这个散气痛，好、哦、阴部痛，或者是怎么样子，那我们知道效果很好，我们砸了行间，如果效果不见效的时候，我们再砸太冲，相差一寸的上下的同一条筋来取穴的话，会增加它的效果，啊、哦，增加它的效果。最有名的就是治疗妇科，哦，女人那个漏下滴漏不止，啊、哦，大量的下体出血，月经不停，啊、哦，月经停不下来，啊、哦哦，所以任何人跟你讲到睾丸痛、阴茎痛或者女人的哈、哦、阴道的问题，都可以在这边下针，好、哦、下针。那我们中医，你看这个医书上面哈写，我们称为便血，比如小便里面带血，小便带血的原因很多，可能是膀胱结石，可能是肾结石，可能是肾脏里面有肿瘤哈，有肾脏癌，小便都带血。还有我们在治疗肝癌的时候，好，小便也会带血，因为肝经络的阴气，好，肝肿瘤排出来的时候，有一定的时间会小便会带血，好，那就这个我们哦，病人小便带血，我们知道肿瘤往外走，好。诸如此类，为什么？就是因为肝经它落过还阴气，还到我们的那个阴那个啊小便的地方啊。再来呢，是我们的中风穴，中风穴啊。介绍中风之前呢，这个我们再提醒一下对称治疗。有一个人跑来找你啊，老师啊，我这个地方痛，这合谷嘛。因为对侧的太冲，因为合谷跟太冲是相对的。那同样的，它太冲痛，你可以下合谷。那两个太冲痛就两个合谷都下。右边的太冲痛，你就砸左边的合谷。对称治疗的时候，无所谓补泻，啊、哦，没有什么补泻的手法，虚实寒热都不需要，啊、哦，无所谓补泻。再来，我们介绍的呢是中风穴，好、哦，中风穴。这个中风穴呢，是在啊、哦，中风是它的肝经的经穴，我们这个脚这样子，好，这是脚踝，好，这是大指、二指、三指、四指，第五个指头。好，里面是隐白，这是大敦，大敦上来呢，好，行间上来一寸，太冲。我们脚这个地方有两，这个内里面哈，我们这个脚胫骨下来很大，在下面脚掌骨跟它连到，那中间是韧带，有个筋韧带拉到哈，所以它不会断裂。在这个韧带这一边呢，就是脾经的子穴商丘。在韧带这个外边呢，就是丘墟、哦、那我们商丘透丘墟就从这边从筋下面透过去，而不是从两个踝关节中间透过去，不是在这个前面韧带的筋下面透过去。你仔细摸前面还有小筋，正中间这个穴道呢就是解析、哦、解析大家都知道，这个解析呢是胃经的母穴，对不对？这个大筋这边是商丘，那一侧这个穴道就是现在讲的中风穴，好，它是属于
干净的穴道，中风，干净的筋经，它是跑筋经穴。那同样的肝脏呢，所有的散气啊，都是质症都差不多，好，都差不多，好。但是你要知道穴道，那中风穴我用的不多，好，用的不多，好，太冲、行间、大敦，我们用的很多，好，大敦。再上来呢，是离沟。这个离沟哈，是这个肝经的络穴。肝经的络穴呢，就是现在讲的这个离沟，啊，离沟穴。这个离沟呢，讲好，上面是一横。这个离沟穴内踝裸上五寸。啊，这是内裸，右腿内侧。啊，你把右腿右这个内踝裸呢，上三寸，我们称之为三阴交。三阴交是脾经的地方，上五寸呢，啊，就是现在讲的这个离沟穴。离沟穴是肝经的这个络穴，好，络穴。络穴的时候，我们不管它虚症、实症，络穴通通可以下针，好，通通可以下针。常态一般来说，肝经的实症呢，好，那个有人吃了胃药刚吃了以后，好，就下不来，那就是肝实，好，肝经的实症，好，这个挺阳挺，好，阳挺在那边呢不下，一直顶在那边。肝虚的时候，哦，肝经的虚症出现的时候，哈，就皮肤痒，皮痒，哦，那如果说你遇到痒挺在那边哈，不下来，你可以用络穴，啊，用络穴或者是止穴，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实症嘛，好挺。我们知道它是实症，所以我们可以用止穴或者是络穴，都可以让它降下来啊、哦。那你实在很还不下不来，你可以上那个冰水啊、哦，泡到冷水里面或者什么都可以啊、哦，反正想尽办法让它下来，不然受得不得这个不得了哦。那这个离沟呢，现在又出来一个沟，又来一个沟，对不对？任何的沟，比如水沟，好、哦，离沟，好、哦，这个沟就是。有淤积的时候，有积块的时候，所有的沟都可以取。比如说腹胀满，肚子里面有积块，少腹里面有积块，我们所谓的名称称为沟的，好、哦、骨的，都可以叫阴骨，有没有？好、哦，这个离沟、水沟，好、哦、手上的阳谷穴、小肠经的阳谷穴、小肠经的本穴、阳谷穴。都是沟谷，好，通通可以取，好，以它的名称来取，好。那从中风穴再上两寸，就是中都，内裸上七寸，这边是七寸，好，这边呢是两寸，这个穴道就叫做中都，中都。那中都呢？一样好，妇人啊，产后恶漏啊，好，杂症的穴道都差不多，好，这个血性都差不多。再上来呢是膝关，膝关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个穴道，好，最常用的穴道。那这个膝盖这样子哈。膝盖。这个横纹头点到医书上是点到是穴，实际上我们扎针的时候会上五分的地方，不要扎到横纹头，好，上五分的地方下针，这个穴道就是膝关，就好我们找曲池一样哈，对，膝关，这条膝盖风湿关节效果非常好。
我常常在做什么？我们吸五针下完以后，我下一针膝关。当你遇到膝盖痛很严重的时候，我会加重啊，加重膝关，啊，专治膝盖痛，好，专治。那这边一条大肌，你这个是肌肉哈，这个膝盖骨，啊，骨头大腿骨，大腿骨旁边呢，这边有条筋，大筋在这个地方。这个大筋的内侧和骨头的中间。这个穴道呢，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曲泉，好，曲泉穴。这个曲泉呢是肝经的合穴，属水。好，我因为它属水，肝是属木，水生木，所以曲泉就是肝经的什么母穴啊，母穴啊，这个曲泉呢是母穴。好，那母穴的顾名思义，虚症都可以在这里治疗。好，那肝虚脾痒，皮肤痒，好，曲穴。那阴挺不下，阴茎挺了不下来，扎着去掉了嘛，曲穴。好，所以我们常也过去呢，中国中医书上很多地方阴挺不下，所以这个几百年几千年来就有这个问题。好，那巍峨刚起来还没有这个问题，还把它制造出来的问题。好，那我们遇到的话，我们处理都是用曲泉。好，那所有的肝主筋，所有身上的筋、筋挛，肝主一点那个失眠、睡眠，好，肝经络的过少妇，包括子宫啊，所有妇科的病，好，男人的小那个小便困难啊，好，通通给诸如此类的，好，好曲泉。那阴部的痒，那女妇人呢、啊？阴部痒起来的时候不得了，好，但是走在马路上，在那边搭公车又不能抓，阴痒痒得很厉害。曲泉穴是很好的穴道，可以治疗，好，可以把治疗这个阴痒。好，在曲泉穴在膝上四寸，从如果说我们从膝关算，我们不要，我们从曲泉上三寸的话，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的阴包。好，你如果说是从膝关开始上的话，就是四寸，从阴这个从曲泉上来算三寸，好，三寸的距离了，就是这阴包。好，阴包穴，这顾名思义，小便膀胱就是个阴包嘛，哈，小便有困难，那原因呢，可能。小便困难的原因呢，可能是有膀胱结石或者肾结石，或者是小肠太寒了，好，或者是尿道感染，小便都有困难，好，女人月经不好，统统可以在阴包穴上取穴。在继续讲之前呢，奇穴要告诉你们，这是我用的很多的，好，这个大腿这样子哈，膝盖。这是膝盖，这个大腿，这是腹股沟了。摸到这个膝盖头内侧啊，右腿内侧啊，另外一只腿在这边。我家这样的话你才懂，另外一个腿在这边。丈量法啊，一个手呢按到这个腿的这个内侧高骨，一个手直接推在这两个这个腿的中间，推到这个身体的腹股沟这边，取一条线，这像一条线。心里面想，中间一点，中间再往前一寸，再往后一寸，这里三个穴道。这个中点呢，我们叫肝一好了，好，好，第一个，好，第二个呢，肝二，第三个呢，肝三，好，这三个穴道，这三个穴道呢，是我们临床上。专门治疗肝硬化，啊、哦，肝硬化、肝癌的，啊、哦，大穴，啊、哦，也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个有肝病的，全身黄疸，我、哦、到底知道你是肝炎还是肝硬化还是肝癌？你把这个穴道压，哇，很痛，
不是硬化就是肝癌，因为肝癌跟硬化的诊断是一样，因为它是实，都是有东西长在里面，肝炎就没有。好，那你压到痛的时候，同时医师告诉你什么？打一针在这边，好，一寸针、一寸半的针下去，太这个内侧这个地方里面有大动脉，你不要用三寸针下，一寸半就够了。你砸一寸就砸不到，好，一寸半砸，前面也有砸，后面也有就砸。如果这个痛两点就砸两点，痛一点就砸一点。好，这个是临阵在取穴的。好，那两边都下，左腿右腿都下。好，那老师，那我现在知道了，那个病人肝癌有腹水，肚子肝硬化，肚子里面腹水。我除了下这个穴道以外，我还弄得很痛嘛，右边肋很痛。我下肝关，对不对？肝关对不对面啦、啊，然后下肝经的溪穴来镇痛，是不是？待会我们十二经络讲完，我们开始讲针刺的手法的时候，里面有止痛的下针的手法，如何去止痛它？啊、哦，就好像类似麻醉一样。那老师，那还有他肚子里面积很多水，阴陵泉地积三阴交，是不是三黄？啊，那肚子上也可以下针，水分水道。那老师下完了以后给他灸，当然可以啊，这个胃口没有，灸府会中脘，对不对？好，那个关元穴。那老师膏肓治百病，背后灸100张膏肓，方法太多，你现在就好，所以你一定要去悟，悟的时候穴道你不要去记，一下乒乒乓通通出来了，这瞬间就出来，直接反映在脑部里面。啊，这就是正确的方向了。啊，你刚刚，然后你听了我这样讲，你回头再看那些穴道，哎，里面都有一个个的痔症，那你放在一起就是个肝硬化的腹水，好，腹水或肝癌的腹积水。好，那我讲了那么多，那老师下针以后怎么知道啊？好，哎，这还要我再讲了吗？小便颜色变了，然后晚上可以睡觉了，胃口大开了，就黄都退了。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阿四。这个才是真正的阿四，而不是说啊，我这里痛，阿四你在这里下一针，这个是很烂。那个现在都外面的阿四穴就是这样子，这个阿四穴在精神在这里，知道吧？为什么这里有？因为这是肝经的所过的地方，这个地方只有肝经过。好，所以一下就查到了。好，所以说你如果下针很好，病人肝病来找你的时候。还没有回你主要，已经好了一半了，因为真的砸完人就很舒服了，哦，这个效果就很好，哦，那现在外面的中国大陆他们用那个雷射针灸啊，什么针那个注射针灸啊，哈，什么东西，哎，就是因为不看不好病嘛，看不好病，他做不好，他就是 fancy， 看我们注射 B12 B12 进去，你看看那个好像吃的那个打了那个吗啡一样，精神变得很好，那有用吗？没有用的，啊，注射针啊，什么水针啊，去治气的都没有用的，好，哦。针灸还是要回到古老的，因为你如果过去我们古传的针灸的方式你很强了很熟的话，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没有比这个更快更好的，因为很多的医师做不到就开始要用别的地方来吸引你的注意力转移到那边去，结果你去临床的时候你就看他用了什么药，忘掉病人好了没有。好，再来呢，五里，好，这个腹部、肚子下了骨沟、曲骨这边，任脉这个耻骨的位置，耻骨上方，好，这个上面就是曲骨穴。曲骨呢，外开2寸，刚好到了这个腿的那边，从2寸再下来2寸，这个穴道我们称之为五里，好，五里啊，这个如果说阴炎的时候啊，抱歉。这是五里，再下2寸呢，就是阴连，啊，阴连穴，这个曲骨外开2寸，我们叫做气冲，气冲啊，气冲，气冲不是那个足阳明胃经的气冲穴啊，所以
虚谷外开两寸就是气冲，气冲却往下走，啊、哦，这个啊、哦，抱歉，三寸，抱歉，更正哈，更正一下，三寸，好、哦，三寸呢就是肝经的五里穴，好、哦，五公里，啊、哦，五里穴三寸，啊、哦，那这个我把它更正一下，奇怪了，应该先讲，从气冲哈下三寸就是五里。那再往上就是这个阴莲，阴莲在上面，抱歉更正一下，两寸的是阴莲齁，这是两寸齁，阴莲，所以阴莲跟五里只差一寸，五里齁，阴莲，然后再上气冲齁，那这些穴道呢都是求子穴，妇人啊怀孕想生小孩生不到齁，一直怀一直很努力可是生不到，这个时候呢灸用隔姜灸啊，隔着生姜去灸，好，那接近腹腔的地方呢，几乎都是用灸的，啊，因为里面动脉很多，啊，动脉非常多。好，那平常我们不针，用的最就像用的最多的就是求子啊，想要生小孩。再来呢，章门穴。我画，这是到脖子下巴哈，手臂呢这样子，我把手臂拉开来哈，手臂，哎，这是背啊，这是垫部，这是腿，手臂这个下这个肋骨哈，各位看到胸肋骨最下方这个点，这个穴道呢就是章门穴，你不要再去找什么东西哈。这个就在肋骨的正下方，尖角的地方就是章门穴。那过去有人呢，这个手弯起来，手肘尖哈，到的地方就是章门穴。那有的人很皮啊，像如果前后一好你就找不到，对吧？好，还是按照肋骨啊，肋骨最下方那个点就叫做章门穴。好，章门穴。那这个章门这两章门穴就用了很多了。啊，我们叫做脏会。啊，脏会章门。按照慢经脏病治这个地方，所以五脏的肝心脾肺肾章门穴都可以下针，这章门穴不单单是脏会，又是脾的募穴，所以如果我们治疗脾脏就是胰脏在内，那我们除了下脾背后的膀胱经的脾俞以外，正面我们可以下章门穴，好，因为它是脾的募穴，然后章门穴就脏五脏的会穴，所以这个穴道很重要。好，那不能用力打啊，你用力一打，过去武术家就撞击，用力撞击这个地方，一打五脏气就乱掉了，好，因为内脏就受了伤害，啊，就章门穴。那一般来说，五脏这个是脾，中医的观念里面认为脾主腹，所有腹部的问题呢都是脾脏在管，所以有的人五脏肚子肿得很大水肿，我们一定治他的脾脏，那章门穴就是脾的募穴，好，所以腹里面有积水治疗脾，好，五脏，好，那这个我们过有一种症状叫做奔豚，奔豚呢，第一个我们在肚脐旁边，肚脐在这边，肚脐上下周围你可以摸到，哇，脉跳得很快，速度很快，奔豚。还有一种奔豚呢，是这个病人感觉到那个气从天枢的地方一直冲到心脏，奔豚，啊、哦，奔豚症。那我先跟你简单讲个大概，好、哦，当然《伤寒论》我们会记得很详细这个症状。有个人呢常年就是有便秘，妈妈有便秘、哦、那女人十个女的大概六个有便秘，那结果有妈妈回家啦，儿子想逗妈妈开心就躲在门后面吓妈妈，妈妈本来就有便秘，就一吓的时候，她妈妈一开门进来，有儿子突然冲出来吓一跳，就一吓的时候肠子齁、哦、一痉挛起来一挤，大便的沼气就从
大肠的下方，从大肠这边进入肝脏的下方那个血管，进到肝脏，然后跑到心脏里面去。这个时候心脏跳得很快，停不下来。啊，这是一种也是一种奔豚症。啊，很好治，非常好治。啊，那临床上面，我们下针灸通通可以。章文穴怎么针呢？从这个角度下，你不要从这边下，你从后面下也可以，从这边下也可以，但是都是斜刺，不是直刺进入啊，不要直刺进入章门，啊，啊，所以脾脏有问题在这里治疗，脏五脏有问题也可以在这里治疗，所以你看脾主胃口啊，你呕吐啊什么里面通通有了哈。那肝经的最后一个穴道呢，奇门穴，啊，这是奇门。这个奇门穴呢，在不容胃经的不容穴，啊，开一寸半，以手来算的话，章门穴第一个肋，第二个肋，好，这个第一个，抱歉哈，我把画出大一点，这章门穴是个肋骨，这边是个肋骨，这边有第一个肋，第二个肋，啊，第三个肋。这个第算来第一个肋骨和第二个肋骨中间呢，就是日月。再跳过一个肋骨呢，就是现在介绍的奇门穴。啊，奇门。奇门穴呢是肝经的募穴。肝募奇门。啊，奇门穴。啊，奇门章门是我们常常用的穴道。啊，那那这个穴道呢，下针呢也是从这边刺过去，好，所以针奇门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看到针就这样，这边的奇门这样针过去，这边的奇门这样针过去，好，是肝经的募穴，那肝病在这里治疗啊，当然可以在这里治疗，好，那老师我们治募，肝是募嘛，好，哦，我们在治肝有问题的时候，好，老师我针奇门，对，鱼目治疗在背后在肝鱼，那我在同时去强土，因为治目我们一定会去先去补土，这样的话病就不会再恶化。去补土的时候，旁边的章门穴，老师我可不可以用章门？当然可以啊，怎么会不可以？哦，这是你要直觉的就反映出来。啊，想都不用想，啊，所以你一去强土了以后，肝病就停止恶化掉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去强水，水去生木，逼着木往火上走。好，所以肝你会听到肝硬化、肝癌，就没有听到心硬化、心癌。啊，你只听到冠状动脉血管硬化，可是你没有听过心脏癌。啊，所以这是我们治病的法则。那我们什么时候知道太慢？就是当我们在强土的时候。在抢水的时候，病人胃气一直没有恢复，就是病人到我们手上太慢了。好，这是中医的观念。那西医呢？只要治不好，他就说你来这边太慢了。实际上，从初期、中期、末期，西医没有治好肝病的，啊，到现在没有任何可以治好肝的。那治不好就说你这病太慢了。好，一般来说。产生腹水的时候 ,50-50 的几率。我也有救回来过，有救不回来。没有腹水几乎都好。好，几乎都会好。当然我们用针灸，我们用药。有的时候针都不要下，吃药就可以了。好。但是治疗的法则都是这样子的。好。那奇门呢，什么胸胁苦满、肋下痛啊、肝脏痛啊、进取穴，本来就是肝的募穴嘛，都可以下针。好，同时你可以教病人灸。好，让我们常常的做法就是，我们下针，因为病人不懂得下针，我们就帮他下针。下完针呢，那个奇门穴呢，画个大圈圈啊，你就回家自己灸。让他回到家里晚上看电视的时候，一边在灸。啊，就是看那个政论性的标牌，看到火大了，这因为本来肝脏就是木伤肝。就看得很火大，一下那灸了半天，那个好的气就给你一怒就没了。
哦，就要讲看一些赏心悦目的东西，哦，或者一些悲的东西哈、哦，那个苦恋花那种好、哦、很苦的那种片子，看得会流眼泪的，啊、哦，就跟着很好，一边揪一边看那个，好、哦，那肝主酸味，所以肝有问题的时候，呕酸，常常会吐酸呐、啊，好、哦，我们都可以知道这是肝脏的问题，好、哦，那就可以用揪的，好、哦，那这个。第71页《针灸大神经》卷9、71，好、哦，内卷下方那边讲，这边就讲了，热入血是男子由阳明而下伤血，好、哦，下血在这个灾与妇人月血来是正好邪入，这什么意思？就是当女人呢月经来的时候，正好得到感冒，得到伤寒表症啊、哦，太阳症，因为月经来的时候奶水正好往下走，你外面表一得到感冒的时候，这个感冒的病毒顺着奶水直接进入子宫。啊，叫做热入血室。哦，那我们当然是书上讲小柴胡汤。那他说小柴胡汤太慢了。啊、哦，我们砸奇门。那你不会砸奇门怎么办？小柴胡汤还是来得及。哦，所以你要好还是来得及。哦，那当然砸奇门也很好了。好、哦，那至于说他后面说什么太阳伤寒病变，这都是伤寒论里面的，所谓结胸啊什么都是伤寒论里面的。好、哦，一路漫漫。披荆相伴。